都快被融化了。我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叫 Poppy。夏天，黄家千和夏克立的女儿夏天参加实境节目爆红，代言也跟着滚滚来。我拖我拖我拖拖拖，夏天真的很贤惠耶，看她卖力道都差点走光啊！妈妈一定平时就有在训练吧？她喜欢就是在地板上拖地，然后她会拿抹布来擦，其实就是都会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其实我都会跟她讲说要收玩具。在场的媒体们都配合他这小萌娃的身高，蹲的蹲，跪的跪的采访。夏天的魅力果然谁都无法挡啊！优酷全娱乐台北报道。这么可爱，谁受得了？小编都快被融化了。我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叫 Poppy。夏天，黄家千和夏克立的女儿夏天参加实境节目爆红，代言也跟着滚滚来。我拖我拖我拖拖拖，夏天真的很贤惠耶，看她卖力道都差点走光啊！妈妈一定平时就有在训练吧？她喜欢就是在地板上拖地，然后她会拿抹布来擦，其实就是都会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其实我都会跟她讲说要收玩具。在场的媒体们都配合他这小萌娃的身高，蹲的蹲，跪的跪的采访。夏天的魅力果然谁都无法挡啊！优酷全娱乐台北报道。